大家好，我是 Naomi from Lin Hand Design。今天我受邀来 Oriental Casa 的 Tea Ceremony， 然后我们今天要来看看这个中西合并的家具是怎么样子的呢？大家好，我是 Lin， 我们新店是今年刚开。主要做红木家具的定制，然后我们有很多材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有意大利的天然大理石，有中国的这个红木家具定做的材料，还有奥地利的 hardware， 非常舒适高端的材料，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个品牌。这是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 tea ceremony。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趣，我们今天喝的是中国茶，然后是很有香气的，然后今天也那个主人也泡茶给我们喝，然后教了我们一些关于茶道的一些过程，怎么泡茶的过程，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趣，很开心我们可以受邀来这里。非常喜欢这个桌子，因为它有很多 detail 在这个里面，然后还有它这个一体成型的感觉，让人家就觉得使用上都好方便。然后它的材料是在北美现在可以使用最高等级的刺猬紫檀，因为在北美大家很注重这种环保，所以他们不能用太稀有的木头，所以这是我们现在所可以在北美看到最高等级的木头。我们通常和朋友们在这里聚会，然后赏茶、品茶。这件桌子是刺猬紫檀，是红木家具。那么它你们可以看见它的这个自然的、天然的这个红木的木纹非常的漂亮。它的设计是和实木和这个中间的这个铁的部分是可以在我们喝茶泡茶的时候可以就是倒水，然后这个四角都是储藏空间，啊，做得非常精致，这可以放你的茶具。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很高兴今天能够来 Oriental Casa 来这边品茶，享受我们的午后休闲时光。现在我们就来喝茶咯。狂乱手脚。喝茶咯。